片荒芜当中，包呀全部被抢了。我把这手机护照往远处扔。以大使馆的安排吧。我们团是中国人多，他们二三十个，中国人家还剩我一个。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前几天啊，在伊朗又有一群中国网红遭到抢劫，被在往鸟无人烟的地方开始打抢，而这些中国网红确实被 S 的非常惨呐、啊，被张献忠了身中，对吧？倒在一旁的公路，劫匪也慌啦，拿了包包赶快开车就跑。随后被路过的民众发现，打电话报警找救护车才得以保命。结果至今啊，他们说要找中共大使馆，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啊。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被打劫了，这两个人把我们俩拉进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车停下来，拿刀抵着我们，开始抢我们的东西，我们反抗就殴打我们。那两个人把面拉着片荒芜当中，包呀全部被抢了。幸好万幸的是手机还在，要不然真的是完了。我没敢反抗，我当时想着保命第一，先把东西留给他，命要紧。因为他们把刀亮出来了，他们也惊慌失措。我把手机护照往远处扔，他拿石头抓我一下，我装地，就装着倒地，我在抽搐。他看吓一跳，以为要死人了，赶紧开车就走了，把两个包抢走就走了。我们两个背包、我的相机、充电宝、衣服、锅碗全部被抢走了。需要联系一下大使馆来帮助我们。我们搭车有两个人再到荒郊野岭抢劫了我们，并拿刀刺伤我们，抢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那到检察局了。准备进去录口供，现在要组织一下，这里面不允许带手机。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国工地这边，以大使馆的安排吧，因为别的办法也没有办法了，只能等，因为这伤口四天后要拆掉，活得真好。结果没想到啊，中国媒体至今还没有报道，而且中共官方啊，在这一两个月一直在宣扬伊朗是一个受害者，伊朗拦截了以色列的飞弹，结果近期被发现啊，伊朗使用游戏画面，甚至以色列拦截的飞弹画面移花接木，成为伊朗自己的防空画面。然后中国媒体还各个大肆造谣报道这件事情，称美式武器都非常的烂，因为伊朗是使用中国的武器，所以中国的武器非常的牛逼，结果都是什么游戏 3D 画面，不然就是以色列的飞弹。上个礼拜中国媒体还大量的报道几名中国网红在伊拉克被当地的军队护送到叙利亚边境，因为他亮出了中国护照，所以看到是中国人他们怕了怂了。事实上明明就是因为伊拉克受到美国的影响，当地有美军驻守，才让当地走入文明世界，而他们受到伊朗还有叙利亚的夹击，所以才会担心你的安全，所以他们保障你。没想到这名网红啊，进入了叙利亚之后被黑警入狱了五天，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中国大使馆不闻不问，也不敢报道这件事还有叙利亚的事情，包含我现在讲的这些中国网红在伊朗被抢劫的事情，有没有非常的搞笑？更暖心的是下面的留言，一时间分不清是低级红高级黑，还是小粉红真心这么认为。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些留言，为什么不亮国旗？没亮护照吗？大喊我是中国人呀，护照拿出来吧，亮护照了吗？我问号，国家是你坚强的后盾，我就问你为什么不亮护照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亮了，对吧，才被抢？因为他说他把护照都丢一旁，就是因为这个护照惹祸上身，有没有这个可能？伊朗驻华大使馆求帮助啊，找当地的华人协会帮忙吧。伊朗驻华大使馆，我们保护你的国民，也请你好好保护我们的国民。亮出护照他就不敢了啊。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没有啊，赶紧回家，外面太乱了，中国还是最安全的，不要为了所谓的梦想丢了性命啊。为什么你要去那里呢？在非洲中东不是有一个宣传影片说拿出中国护照就保驾护航吗？看看国旗是一面保护色，带上五星红旗。奇怪，你不是都说这些是中国的好兄弟吗？确实，伊朗、叙利亚、朝鲜、俄罗斯这些中国官方宣称的好兄弟出事了都不报道，但是在美国出事啊，在其他国家出事啊，你就会大量的报道。你想想，今天如果这些中国网红在美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央视、微博马上前三热搜，痛骂美国，下面就啊，你看美国真的水深火热，美国乱七八糟，报道了没？没有。没有。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在俄军前线的中国网红录音抱怨，俄军的待遇远远不如预期，不仅把他们的外籍兵当炮灰之外，身边认识的中国人都 S 的差不多了，而且说好要给那些 S 的补贴啊，或是正常的薪水，或是这个推进前线的这个福利津贴、奖励金，全部都没有给足，大欠薪，还怕你跑走收缴你的护照，而他们自己却偷偷藏匿了中国护照，不敢交出来。我们马上带大家听一下这段影片画面跟录音自己死了。
倒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你身边的所有跟你关系好的兄弟都没了，这是最可怕的。这压根不是过不过一关的问题，吹自己个儿不怕。你要说真相处了很久，你把他当兄弟的那种人，他妈死你眼前了，你在异国他乡你就能跟他说上两句话。而且我的队长人真的很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当初102团所有中国人护照都要收，我就跟我队长说，我手机卡我需要办，我的银行卡问题也需要处理，我不想被收护照。我就跟他说，我直接跟指挥官说我要护照在罗斯托夫，你就跟我统一口径，直接说在罗斯托夫，然后我护照就一直在我身上。其实我想走很容易，这边压根拦不住，13公里战线我都能走回来。想从这跑出去，我拿着护照跑，我随便跑。但是我没有选择那样，我选择我走程序。而且文书官问我3次问我要不要额济，我不要，我就是中国人。不知道啊，我也在问。这边的兄弟一直跟我说有点耐心。那个检察官一直说，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合同要处理，他要处理很多人的失踪，还有很多那个种老兵退役问题，还有很多人就是要解除合同。我只是其中一个。我身边的兄弟来到这边，要么是生活所迫为了钱，要么就是为了中俄友谊，也就算为了名吧。但是来到这儿，现实和理想区别太大了，我们都只是炮灰，我们都是炮灰。而且我们顿涅茨克这边钱完全就没给够，承诺的1个月25万没有，一个月就几万卢布。然后前进1公里5万卢布，我们这都前进8公里了，那么一分卢布没见到。受伤补贴300万完全没有，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工资都是没有发全，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外籍没有，结果不止外籍没有，俄罗斯人也没有，就是俄罗斯车臣人也好，吉尔吉斯坦也好，我们一直在这就互相抱怨，没有办法，只能接受。9月份光中国人就死了3个，伤了6个，10月份又没了3个。我们团是中国人多，他妈20-30个，中国人就还剩我一个，我们是5营。OK， 看完这段影片，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他这段的自白留言哈。没赶上阿炮哥做祝福祖国的特辑，我现在一身狼狈，心里默默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次能回来，感谢英烈保佑我，感谢他们为国做出的牺牲，此生无悔入华夏。若能有幸，我也想和先烈一样魂游中华。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怕你的中国护照被收走？你为什么不敢缴你的中国护照呢？你想要做英烈，就把中国护照给俄军拿走啊？为什么想随时跑路呢？对啊，你随时可以跑路啊，你的护照背在身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吗？后悔吗？我不曾后悔，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打起法西斯。但是我只是觉得委屈，心寒了。一批批兄弟送上前线，再也没回来。我在前线英勇作战，却得不到食物和水。突击中 S 了敌人，救助战友，却被其他的兄弟扔在掩体外，自生自灭。和受伤战士饿了5天，徒步穿越了4个城镇废墟，走了13公里，汇报我和战友的情况，却被当作逃兵，得不到休息，又被给送上了前线。打开手机，1分钱没到账，受伤补贴也没有。我上次突击前他们问我要不要俄罗斯国籍，我说我不要，只要给我按时发工资就好了。我不能一边打仗一边和我家人拿钱，我有点可怜，真的很可怜。突然收到这样的工资，最近我们台湾的雇佣兵也是累计 S 了2个人，第二名，中国籍士兵。据我印象从这1-2年的报道，我印象100多个阵亡包含这些中国网红说的统计，大概是100多个。而小粉红认为俄国是正义的一方，对吧？结果被摆潘的坑害。去年我们台湾第一名阵亡的志愿军遗体被送回台湾而且应该是被送回台湾的吧，还是说就地有举行一个仪式，我记得是这样，然后有铺那个国旗，对不对？反正是有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啦。而且乌克兰军方也承诺等战场安全一些的时候，会赶快把他的遗体运回台湾，或是在乌克兰举行一个典礼就埋掉了，起码有个体面。结果反观中国参军的，我这几个礼拜报道的，他们说他们 S 的战友就随便就在地板，也没有人要处理，连个体面的仪式都没有。不仅他自己说了不给吃的不给喝的，我之前也报过给你5天的粮，然后都没有给水，都是给你那个需要煮的那个食物，要弄水煮开的食物，然后他没给你最重要的水资源，要你2个人撑5天，逼他们徒步走路，每天走16公里。结果俄军有专车接送，中国籍士兵还要做一些比如说劈柴挑水的劳力活，薪水跟补助金还没给到位。台湾起码那些去乌克兰的雇佣兵还有给到位，你就知道到底谁才是为了人权跟正义而战。你连自己的人或是帮助你自己的友军都敢坑害了，你都敢这么做了，所以你说为什么乌克兰或是台湾要跟你们这些国家统一你们连自变成你自己人被坑害的更惨，我干嘛要跟你当同一个国家呢？是吧？前几天中印双方在边境交换糖果，庆祝这个中印双方终于达到边境的冲突问题解决了。但事实上就知道这是中国的让步，虽然印度方也有让步，但是谁希望谁让步了？一定是中国，因为中国未来要打，中国不想跟印度现在交恶，因为他又多了一个隐患。
所以一定是中国提出这个妥协的。然后他们双方交换了糖果跟物资，被很多网友骂啊，你又割地了，之前牺牲的战士算什么呢？啊，忘了伤疤就忘了疼，对吧？你对得起牺牲的人吗？对吧？这些小粉红啊，中国网友就痛骂。那就很搞笑嘛，11月1号，然后10月30号就是万圣节，那个时候中国很多城市都会派警察去逮捕上街 cos 的人，对吧？这都有影片为证，还有网红还有业者就出来说的，也有公文的，你不要跟我说造谣。结果呢，你自己在11月1号的时候跟印度交换糖果，万圣节你们可以过万圣节跟外国人，然后自己本国人过万圣节 cos 就要赶快卸妆，赶快去警察局做笔录，不准上街 cos， 荒不荒唐？影片的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最近打算推出习近平他老爸习仲勋的个人影视剧啊，叫做《西北岁月》。11月5号，就在今天啊，晚上在央视正式播出。这是首次以中共元老、国家主席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作为主角的电视剧。我确实蛮想看一下里面会不会拍到文革的画面。习近平是怎么扛200斤麦子10里山路不换肩的？习近平是怎么被满脸喷 S 的？习近平是怎么睡大觉不干活不干农活？这都是习近平自己亲口讲的啊。这个文革的时候，习仲勋是怎么被推上去文革被批斗的，然后全家被下放。今天影片到此结束，喜欢这个电影不嫌弃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爸，下次见了，拜。